上我们要跟你介绍的就是王玉祥。那王玉祥这个比较容易玩，非常容易的玩啊，记得。我们就一起进 Venture Corporation Venture C。OK， 我点一点 Venture C， 去到 Company 公司出现。那 Venture Corporation 通常呢，如果我们是用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有多种，超过100用花招啊，逻辑啊，Head and Shoulder Bottom Up。Cup and Handle 很多很多方案。其实我玩了15年呢，最基本的图案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火箭式，我们英文叫做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就是一个火箭在飞45度这样飞上去。你看到这样的图案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公司每一季都在赚钱，他们的 earnings 特别的好，所以一直上。那从这里你滑下，你看到什么？消息就在这。9月12号，总裁进场了，600万，一进就是600万。那600万你要看到的是市场交易，就是有买家也有卖家，卖家就是总裁，买家是谁？就是零售投资者跟他买下。600万呢，对比今天你跟他一起进场40%，那40%给你看到什么？我们点一点他的脸 ，OK， 我就是来到他的脸这边点一点，我们要看他的历史记录。今年单单今年7月17号有两个交易，非常好。这个机会非常好，两笔交易，一个200万，一个130万，股价多少？就是12.5块，就是12.5块。这两笔交易呢，很多人看到还在慢慢思考啊，要不要投资，要不要跟他？你看，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如果你用基本分析，或者技术分析 fundamental analysis 或者 technical analysis， 这两个窍门呢是 lagging indicator， 就是说它有时会等3个月或者等2个礼拜或者三天，是不是活跃的？是看以前的记录，基本分析的技术分析。我们的出发点是要研究这个老板今天在想什么。他对生意的未来展望看得好还是看得坏？那你不可能去研究他的脑袋想什么，所以唯一的暗示在哪里？就是当他从口袋里拿出钱的时候，他一出手，就是表示他对这家公司有信心。OK， 今年3笔交易，所以你今天也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你跟着他的话。你一定是70%或者40%，很多时间慢慢研究，慢慢进场。可是你要买货，买低过它的价格。OK，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机会呢，就是表示公司真的赚钱了。因为呢，最后一笔交易是在几月？9月12号。9月12号呢，你再加2个月，就是11月3号，他已经看到未来了，他已经进场了。这个成绩揭晓，创业公司第三季净利猛升135%，这就是整个来龙去脉。从这里